梁耀忠。主席，我想为法律顾问咧讲讲俾我哋听，刚才秘书回应阿冯远基议员嘅时候咧，佢引用咗嗰度咧系究竟系第几条，佢同埋个法律嘅基础喺边度，即系喺我哋会议规程里边边个基础喺边度，可唔可以详细啲同我讲？因为我想查究竟佢喺边一个嘅条文里边咧，话即系一个嘅会议里边咧系唔可以再重复提出嚟嘅。同埋咧，因為特別我哋今次咧有個新嘅一個嘅觀點，就係、是、形勢改變咗嘅，係咪咧完全咧係嗰個嘅條文裏面講咧係唔理嗰個新嘅一啲嘅論點，而係只個咧內容一樣咧就係、是、唔可以再提嘅咧？我想法律顧問咧係詳細講講。重複緊噶啦嚇，咁可唔可以請法律顧問咧先講先咧？即係佢解釋咗嘅話咧，其他議員可以唔想再問都未定嘅喎。其他議員係咪都係同一樣呢個問題啊？係咯，我唔知道會唔會啊？總之係咪法律顧問先回應我啲問題先咧？而家公道啲。我就一早已經講咗，聽曬我一次過就已經處理噶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沒完沒了喺度處理緊呢啲咧，我覺得對大家都唔係。我係好公道嘅，我俾法律顧問講，唔係我講啊。一陣間佢會作，如果俾佢做一個交代啫。係，因為個急迫性咧，我而家就處理咗每一位有如果有急迫嘅，我可能要先處理。唔係你可以簡化咗會議嘅主席，因為如果佢解釋咗之後咧，其他議員可能未必想問噶啦。亦都法律顧問已經係處理緊。